从14万一路跌至6万多，以下这两款合资轿车那都是同级别的性价王，非常适合我们穷人入手，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款，大众宝来。虽然这款车给不到你强劲的动力表现，但是它却非常的省油耐用，尤其是它19款版本现在价格暴跌，指导价98800到15万7，优惠能够达到36000，裸车现在6万多就能够拿下，这个价格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也是非常的划算，并且在动力方面更是搭载1.5升发动机，6AT变速箱，马力能够达112，也是非常的省油，非常耐用，更是能够让你家用10年都开不坏，车长还达到4米562，轴距2米614，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，但是车内的配置简直太拉胯了，只有2个气囊，真是不敢想象啊。不过这款车省油耐用是真的，性价比高也是真的，现在入手也是非常的划算，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？第二款，现代伊兰特。这款车在市场当中的销量也是非常的好，现在价格方面也是一路暴跌，从之前14万现在一路跌至6万多，直接减半呢。动力层面还搭载1.5升 CVT， 马力能够达115，也是非常的省油，非常的耐用，但就是给不了你速度与激情。不过车长却达到4米680，轴距2米720，空间方面的表现还是很宽敞的，车内的配置也是相当的丰富，像5气囊、双联屏、8英寸中控、多功能方向盘也是都有搭载。这款车唯一遗憾的就是保值率比较低，不过都已经跌至这个价格了，省油耐用才是真的呀。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？以上这两款合资轿车都是非常的省油耐用，现在价格方面一路跌至谷底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